真是奇怪的两个人呢。哟，醒过来了，来吃早饭吧。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前两天你晕倒了，是我舅舅把你救回来的。你呢，可真是命大，认识了我。我舅舅可不轻易救人的。咦，这小东西怎么还在啊？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哎哎！不要命了你们？哎，宝贝，来来来来来，这里这里这里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，乖乖乖乖乖，舅舅，乖，这可有点恶心了。就是这些恶心的东西救了他的命。是。多谢前辈。嗯。我现在是好了？不。你中了我的毒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呢？之所以不轻易救人，就是因为我惯用以毒攻毒之法。为了压制你身上的旧伤，我给你下了五毒断肠，而这个毒我戒不了。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能让他等死吧？哎，那去地图上这个地方找那个叫新百草的家伙。我自认为是天下没有我毒不死的人，而这个家伙自称是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。你就带着你这一身毒去找他，他自然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就会竭尽全力的救你，来证明自己比我强。等你的毒一解，你的旧伤就复发了，他一定以为这是我留的后手，又会竭尽全力的救你的。这天下真的有药王新百草这号人物啊？他真的能救好吗？嗯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是下毒的人，我又不是大夫。快走吧，你还有十日的时间。十日？嗯，十日之后五毒断肠就发作了。不到两个时辰就死透了，先从肠子开始乱起，很刺激的。多谢前辈。谢我干什么？生死还未卜呢。已经很好了，本来以为我会死在一条野路上，无人问津，没想到这老天啊，还在眷顾我。让我在临死前见到了那么多英雄人物，即便是现在死了又如何？哎，孙谷长风，我舅舅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从鬼门关里拉出来的，别整天死不死的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到时候我们在江湖里再次相遇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好好活着，一匹马，一杆枪，一壶酒，做个逍遥遥遥的江湖浪客。你也是，你要去更远的地方，看更多的江湖，完成你和你那喜欢的姑娘的约定。必然。接着，再会，再会。
去。千万别死了，司空长风。是那种应该死在江湖上的人呢。九九，你说我是不是也是那种要死在江湖上的人？嗯，呸呸呸，不是。啊，快呸呸呸。呸呸，那我是什么人啊？那种被爹妈乱棍打死的人。九九，我们打个商量吧。哎，不打。哎，我还没说呢。走。哎，姐姐说了，摸多了会长不高的。你姐姐骗你呢，我会摸骨，我一摸便知道你本来就长不高，跟我摸不摸你没有关系的。呸呸呸！再这么说，你今天的大白馒头可归我了。你天天这样睡睡睡，也不知道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你这样以后会娶不到媳妇的。你小小年纪怎么说起话来像母亲一样？一问正经行当就这么重要吗？太重要了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看来我的确得去找份正经行当了。是这份行当，怕是在村中做不了，也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你必须给我回乾隆城，不然你娘会给我下毒。我娘的毒还能毒得过你？我才不信呢。耐不住她会撒娇。我又不是不回去，我这不是想让你沿着路带我逛我这江湖吗？不逛，没空。你那么闲，怎么可能没空？我哪里闲了？我可是毒菩萨，我忙得很。再说了，四年一度的建林就要开了，我可不想错过。建林？什么是建林啊？看你这么着急，可是个盛会。哦，整个江湖的剑客磨剑四年，就在等待建林开启，你说是不是个盛会？娇娇。你最疼我了，对我最好了，我给你酿酒喝。嗯，去去去，少来这套。嗯，我问你啊，你娘有没有教你什么武功？没有，但我娘找了个师傅，教我习拳。哎呀呀呀，哎呀，好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回来回来回来，什么师傅啊？叫什么什么王八？对，这边挺有趣的。哦，一拳定山王霸天啊。对对对，就是他。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是啊，我娘也觉得他定能把我教出来。我觉得他老人家辛苦呀，于是呢我就请他喝了顿酒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。那我就说只要不习拳，天天都有这样的酒喝。所以啊，才三日我娘就把他赶走了。哎呦喂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后面我娘就觉得找男的教我不靠谱，换了个女师傅。啊，这女师傅那就一个美呀，名字我还记得呢，苏母青。苏姑娘，嗯，是很漂亮的。人不仅漂亮，教我也是认真的很，足足教了我三日。不过也好，就教了三日。为何？因为我爹自从苏姑娘来了以后，每天都往我的后院里跑，也足足跑了三日。结果可想而知。会的都是些半吊子的功夫，所以你到底最拿手的是什么功夫嘛？你看，
连你都嫌弃吧，走。哎，舅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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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乾东城啊，那条路近。你别闹了。我那招不厉害吗？这不就是你父亲的轻功三飞猫吗？什么叫三飞猫啊？我这叫三飞燕。你可别小看我这招啊，逃跑最厉害了。哎呀，别啊，舅舅。之前是我年少不更事，但现在我洗心革面了。我发誓，这次是真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我的确不喜欢习武，一来呢，是觉得打打杀杀没意思；二来你也知道，叶将军和云哥死了，爷爷不希望我走上叶家的老路。但是我这两天看到了北离八公子，看到了那血淋淋的刀光剑影，我就不禁问自己：如果我的兄弟遇到了那样的事儿，我能守护他吗？我能像北离八公子一样，拔出武器，与他并肩作战吗？舅舅，江湖上，你最钦佩的人是谁？那自然是李先生。哪个李先生？这江湖提起李先生，说的就是那一个人，一剑飞仙，李先生。那一年我19岁，有幸在天启城亲眼目睹了那来自天外飞来的一剑。从南绝来的五名绝顶剑客下战书挑战李先生，他们想用车轮战，而李先生却只用了一剑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南绝人再也不敢在北离面前言剑。那一年的五榜首甲自然也是李先生，但是李先生把五榜给撕掉了。世俗五榜也配评价折世仙人？这么潇洒呀、难怪说北离习剑，南绝练道，原来是不肯练剑了。身为北离人，哪有不练剑的呀？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剑。你还练剑？你不是练毒吗？我在剑上抹毒。干嘛？有意见？没有。好，那我决定了，我要练剑。你练剑？你有剑吗？你就练剑。剑林，剑林，能没剑吗？哦，好啊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小白梨啊，行，是时候给你弄一把好剑了。真的，舅舅？我宣布，舅舅，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越我爹了。哦，你爹本来就没什么地位，倒也不至于。上马，赶路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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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百里，跟上。来了。怎么，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，到时候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意你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，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锋利的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。啊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
只是如今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流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的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，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，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，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喜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别叫我叶小凡，就叫我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为什么你要叫叶鼎之？因为我要建党江湖，问鼎天喜。好好练我教你的剑，多练几年，以后村子里所有的人也来保护。哎，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好。咦，真不愧是神剑阵啊，人皆有剑。舅舅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你骂谁呢？不好意思。剑狗？舅舅，我还没听你说过，到底什么是剑灵呢？剑灵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聚剑成林。原来呢是有，是有一些剑客为师剑心坚定，将剑插入剑仙陨落之地。后来呢，世上每出一把名剑，或者没有一位高手身陨，新出名剑或高手配剑，就会存于剑林，等待四年一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老板，哎，这什么酒啊？剑酒。来到剑林，怎么能不尝尝剑酒呢？剑酒。老板，满上。得嘞。哎，小白脸，你总是给我介绍你那些师傅，怎么也不见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的酿酒师傅？酿酒哪需要师傅啊？这是天赋，懂吗？来喽。客官，您的酒，慢用。好烈，入口如利剑割舌，凛冽锋锐，骨如其名，好酒。哎，少喝点，会醉。
舅舅，你说咱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这山林怎么连个尽头都没有啊？怎么还起雾了？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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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奇门遁甲之术。刚才那里啊，是平日里也能涉足的剑林外围，而这里才是真正的四年一开的剑林。好壮观啊！世上呢有两个铸剑大派，一是剑心冢，二是名剑山庄。看来今年是名剑山庄坐庄啊。说起来，你跟剑心冢还有八千里外的交集呢。什么交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雷梦莎，她娶的可是剑心冢冢主李肃王的女儿，星剑传人李新月。这江湖说大也大，说小可真小啊。既然诸位来此都是为了取剑，那魏某也不想多说废话了。仙乐起。第一品，高山之剑。请吧。舅舅，我们去吗？先不。剑它分四品，第一品高山，高山仰止，乃是凡剑不能企及之处。第二品沧海。百川归海，无边无际，乃是造一百把高山才能求得之剑。沧海剑，诸位，请吧。第三品，云天。沧海之上，九天凌云，傲视万物，乃是万中取一的存在。第四品，仙宫。九天之上，仙宫所藏。乃是真正的天外之剑啊。至于剑灵有没有，那得看机缘喽。那凭舅舅啊在剑上的本事，取一把沧海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怎么着也得云天吧。那就得用毒喽。有没有看中的？我只知道沧海之上更有云天，云天之上更有仙宫，我自然是要最好的，不然怎么名扬天下？说得好。你是哪个？望城山王一行。哦，吕素贞的弟子啊。且不说他说的好不好，就他这副妄图一步登天的野心，又为难死了舅舅了。哎，魏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剑还是要自己取的好。我说老哥，你说什么？让谁取剑啊？我是说，这剑还是你自己取的好。你看他那样，指定上去两三下就被人揍趴下了。难不成这一次真的要空手而归？文先生不必着急，我倒是觉得这位小公子或许能获得一柄好剑。好。你小子不会喝醉了吧？高山、沧海，皆已有归主。接下来这柄剑，乃是云天品宝剑，我命它为火神。
昆仑剑仙对战时折断的暖剑九九玄阳，准确的说是脱胎于九九玄阳，本是仙功鹤，奈何落九天，浪费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来！别碰我的剑！你不是说浪费了吗？表里不一。那要看剑在谁手里，剑本无品，用剑者正直。这剑怎么会飞？这是望城山的御剑术，不仅是剑术，也蕴含着望城山的秘法。小小年纪这样的修为，应该是望城山本代弟子的魁首啊。我看你是真醉了吧，这是剑酒，跟一般的酒不一样的。望城山山主吕素贞座下首徒王一行前来取剑，诸位。唯一一把云天无双城不来取，难道？哼，小生我无异于更高品级的剑，这柄正适合我回去送给小师弟，诸位承让了。太公爷说了，最高品级的剑。是啊，无双城还没动呢，这次真的有。第四品，仙宫之剑，乃天外飞来，还请仙人赐剑。此剑为我所造，我称它为不染尘，愿有绝世公子将其取之，求这绝世公子持他荡剑天下，让这把剑问鼎剑谱。史剑豪，此剑我要定了。白痴啊你！你想让你舅舅一个用毒的被天下剑客围攻吗？无双城宋彦回特来求见，谁来赐教？谁敢跟无双城抢东西？我。你是叶鼎之？叶鼎之，从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估计又是个愣头青吧。无双城都敢挑战，这次估计得把命给留下。这人我怎么好像好像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呢？快点剑法，天生剑法果然不错，但我可求。对呀，他们厉害吗？目前展露出来的都是金刚凡境修为，不同的是无双城这一位已经黔驴技穷，而这位叶鼎之可未尽全力啊。
小小年纪能有此修为，不易呀、啊。宋某技不如人，承让。且慢。哎，小白脸，我也要取剑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，东军。百里东军，我们认识吗？不，不认识。那你？不是要取剑吗？那你的剑呢？我的，对啊。小公子，剑借你。丢人呐，家门不幸。你这不就有剑了吗？和以前一样傻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看你有点眼熟？百里东君啊，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啊？你来错地方了。看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这傻小子一定和当年一样，练武的时候偷了懒。剑，我会剑术吗？师傅，这又是您的幻术吗？不，这一次是剑术，看好了，我只舞一次。我有一剑，能称绝世。何为绝世？天上地下，过往云天，再无此一人，再无此一剑。
若再有此人，再有此剑，当性百里。真是西楚剑歌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世传却只有三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，可方才百里公子使用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小百里怎么会西楚剑歌？想起来了，剑歌，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，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，问道于天。当年西楚如仙，古臣有歌。剑仙古墨执剑，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风兵，直至力竭身死。最后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，这套完整的剑法自然也就失传了。我外甥。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这镇西侯府的胆子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接着，定是好酒，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用。
轻轻微风绕心游弋，停泊半湖泛涟漪，人叫春泥，只听枝桠攘攘细细，在风下喃喃细语，月下描摹花瓣。